统一批要九十几件，大概都没有。好，好。本席善意提醒一下卫福部薛部长，你今天不是藐视国会啊，是你讲话国会听不见了、啊。你要不要喝一口热茶，带个热茶上台，好不好？没关系的，我们都能理解，好不好？立法院很有人情味的。好，刚刚委员讲的有一个地方不太正确的、啊。院长，就是、部长，我就请你说，为什么美猪茶厂是挂零？有。美牛茶厂有八件，美猪厂长已经两三年、嗯，为什么是挂零？我们有去查了，好，那也许。好，那这样子是这样子，就这件事，部长。可不可以会后啊？就是我相信你们有报告。对，啊，那你们会后马上把资料相关机关上传。我觉得国人有权利去了解这个检查报告的内容，好吗？好，就这样，就是麻烦。委员，茶厂很重要了，但是进口的每批猪肉都要检查，更重要。报告是公定文书啊，我们了解。好，院长，关于美国猪肉进口时候，食药署是前后不同调的。2014年，江副署长说。实地查核的范围包括牧场、屠宰场及官方的卫生安全管制机制。透过实地查厂，食药署还可以直接指定只有合格牧场生产肉品才准进来。但是去年10月，副署长林金富说，所谓的查厂是系统性的查核，是双方研议出几家厂商名单，再由我方去查核。言下之意说，并不是主厂查核，请稍后。好，2021年，朱正章院长。为了推动开放美猪进口，也在立法院承诺会赴美查厂，通过的才可以进口，也就是主厂查验的精神。请问院长，您对于食药署前后不同调，您的看法是如何？我想可能在国际的标准上，在这9年间确实是有一些改变，也说不定的，但是我们是最重要，我还是在强调的是说在目前呢，有一段时间哦，有一段委员，我跟你讲一下，这个2023年面临到 COVID-19 哈，我们茶厂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困难了。我承认。那我们了解，那院长对于到底要实地主厂查核，还是所谓的系统性抽样查核，您的想法呢？应该是系统性查核。那因为不可能主厂查核了，这个是太不负责任说法，因为这个在打脸江玉民，也打脸苏贞昌院长在立法院的承诺。所以我说这是规定，可能在几年内好都有些改变了。就是系统性。食药署说10年未检出瘦肉精，好，在下面103年到122年，卫生单位于抽验猪肉检验乙型受体素，也就是瘦肉精，总共19300件，结果均未检出，这是他2月发的新闻稿。这个10年未检出，院长，您相信这个说法吗？我当然相信。而且您相信这个说法哈，检验了19300件，我可能要给你一些资料，您可能被骗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，2015年、2018年，农委会这近10年内哦，都存在前端，刚才讲进口哦，前端饲养，对，获得违法使用的查获违法使用瘦肉精，而且开罚2案，至少开罚2案。是，这是第一个，那是国内养猪场的出售前的检验，分别有查出它的量、它的内容，包括沙丁胺醇跟莱克多巴胺都是禁用的两个成分，这个是农委会前端的部分。好，你刚刚说你相信食药署10年查无查出的这个说法，那个是进口猪肉。好，下一张，事实上瘦肉精近5年都有违法使用，院长。根据食药署自己的国际期刊《Journal of FDA》，同仁所投书的报告，2011年到2015年抽验1487份畜产品检测瘦肉精，有34件不合格，有24件为国内产品。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写的，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另外，我要告诉院长，监察院在2011年的时候，因为防检局去检测到非常高比率的违法使用瘦肉精。所以他纠正了农委会抽验频度过低，显未善尽法官职责。院长，刚刚这是国内的部分，没让你看到。我讲，我们先澄清一下，在国外进口的部分，我们检验了19000多件，我讲都是国人在。那国内的产品的部分，我们有去检查。那检查的时候，都是在这个销售端之前。检查出来有不合格，这样我们再来讨论销售端跟这个后市场的这个问题哈。食药署说10年来未检出，你觉得这个说法
正确吗？该这样讲吗？我已经告诉你，农业部我要看一下这个食药署的资料。食药署的研究报告自己刊登在期刊国际期刊研究报告。委员，他这个资料是 commercial livestock product， 就是说所有商业的畜产品。OK， 所有商业畜产品里面有牛，也有其他的肉类。我想看，我想看一下到底。好，院长，这个猪肉或者是牛肉。我想这件事太离谱了，就是说有这些资料还十年未检出，这个非常粗糙的一个说法。院长，我刚才讲过那是进口牛，这是官方的假讯息啊，十年未检出。院长，您看到这个号码追溯号码，就是这次疑似啊西部特罗肉片的这个瘦肉精使用事件。这个是有溯源资料，我想知道卫福部到现在有没有掌握这一批的流向、产品总量、卖出的数量跟回收的数量，有没有这个数字？这个目前都已经有收集下来，都下架。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报告数字。已经检验的都没有问题，都没有含西部特罗。我要谈的是哈，你的产品总量。如果你有数字非常好，赶快让国人知道。如果你没有数字，那就是有点同一批要九十几件，大概都没有好去了，未来可以考虑。这两张，等一下再让院长来，好，交给院长来去处理。现在哈，台中市查出来的是肉片啊，不是肉肠内脏。好，内脏已经成了食安肉冻了。看看，肉片有猪肝，没有溯源的徽章，是内脏成为食安内洞肉洞，要溯源要马上做。院长，您看一下这个表格，再看外面的数字。我们允许，我们国家允许的残留量含量，你看肝脏、肾脏跟肌肉是不一样的，肝脏是允许有四倍高。你我的医学背景都了解，对了，瘦肉精在我觉得建议很好了。内脏是比较高的，如果今天换成未来内脏也要做，那是水溶性的来自多巴胺，对了。如果今天不幸换成西部陀螺，更油，这个数字不会只有四倍哎。但是这是西部这是漏洞哎，实在是漏洞。这是西部特罗检验出来很低啊。我们要做很多预防，是院长是不能有。院长可不可以有个时程？因为本席认为内脏是目前是实安的漏洞。那可不可能有一个时程去研议这件事情？都不参与，交到院长。院长带回去，看看怎么来帮助国人。好，谢谢院长。谢谢陈委员召之的质询。这本席善意提醒一下卫福部薛部长，你今天不是藐视国会啊，是你讲话国会听不见了、啊。你要不要喝一口热茶？带个热茶上台，好不好？对，我说你今天被询的话，麻烦带一个热茶，没关系的，我们都能理解，好不好？立法院很有人情味的，好。